王翁立友能征服这台绝情 KTV 吗？来拿真久望的你，见面三分钟无定我的，慢过你。我第一次歌还没唱完就想插电，站了站了站了，那个机器有问题，应该是哈，对，应该是我还没唱，他会记恨，没看到吗？我跟你讲，算了，我不要不要欺负人，真的生气，真的生气，而且我要有选举，还要叫这个，我跟你讲，我都歪到啊，歪到啊，好，好，你要第一麦歌唱我袂煞，我整个人是涨红的，气死我，而且我第一次唱歌，唱到旁边的观众一直在笑，我那么认真嘞，我你要弄什么？别跟弄啊，你听我说，比如说。你看哈，因为你是唱啊，但因为他们会有一个跪靠，因会变唱，那这个就扣分。那来，大卫你示范一下，如果换成是你，你会怎么唱？来，你该被气死，我给他气死，来，再唱来，你示范姐，你去你拢变青色的去。哦，是吗？好，从头给。再背。那我们大家看一下全律是什么？全律。过生，咱也真久无见面。哎，绿的比较多啦，没错啊。见面三分钟，都是绿的。无定我的，我进步，先找他，我把你放。好 ，OK， 可以，阿林，唱你满意的吧？不太满意，因为唱歌台语歌唱的那么呆板，他说唱的不错。我是放感情下去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开个家族会议，安妮请坐。OK， 好，来，家族。OK， 因为哦，翁立友是第20届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奖歌王嘛。对啊。啊，他前面唱几句，一看，哎呦，都红的，已经分数很烂，他想重来，但又不好意思讲，啊，就假装生气。不录了，一般都不录了，半首都给你。啊，下来，然后还找一个人上来弄，啊，现在开始又要唱了。对不对？给他一点面子，对啊，好，对啊，哎，来，我刚刚说不录是英文，我很忧郁，是吗？哦，心情就不准，不要了，算了啦，这个不用了啦，跟各位观众说，好好的聆听这一首《地名三分钟》，那也拜托旁边，哎，待会一直出现红色麦克球，好啊，麦球会影响，会影响唱歌人的心情，我的麦球，来，阿贝帕文说一起准转台，带来好不好？这首《地名三分钟》Take Two。带来好不好？好，这首《地兵三分钟》Take Two。太低啊啦，太低啊！一直红色啊，我还没唱就把我弄的心情那么不好。这里。因为你是我背心，咱也真久无见面。地兵三分钟。刚刚真的有放感情唱了，接下来我就都不要放感情，是为了要得分数。期待。你没想到你是无情，但是机器是绝情。因为你是我本心，咱也真久无见面。哎，好多了。分钟，有进步了。挽回你的心，有进步哦。希望你搁再
生中只有一个爱你。哎，成绩不错。刚刚你我唱这样给我打有进步，对，看看，而且糟蹋了。你在唱歌的时候很像我邻居，我们大家都叫他阿威，就是他。唱得不错。啊，回来真正的我啊，还是要。希望你搁再甲我见一面，我永远相信，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爱你。当中还好你用阿国妈的唱法去唱，赶快，来啊，赶快转71了。